深读一分钟，你的健康深读馆。要说清楚肾结石，咱得先说肾。肾在哪儿？三个关键词：肌肉、肋骨、巴掌。摸摸后背，夹着脊柱的两条肌肉，找最下面的一根肋骨。肌肉边缘和肋骨交接的区域，巴掌大小，那里面就是你的肾了。左右各有一个。肾有三大功能：排泄功能。肾是人体的垃圾处理厂，当血液的小火车经过肾的时候，肾就开始忙活了，有用的留下，没用的扔进尿里排出体外。维持稳态，人体内的水啊、电解质啊、酸啊、碱啊，平时都得保持在稳定的状态里，这也得靠肾。肾有一套智能的分拣系统，多余的丢到尿里，缺少的从尿里捞回来。内分泌功能，肾能分泌多种激素，像肾素啦、前列腺素啦、促红细胞生成素啦等等。深读是个宝，常看身体好。